服务乡村振兴，人保一路同行。本节目由中国人民保险独家冠名播出。这里是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每年5月20日世界蜜蜂日，当地都会举行主题活动。今年酉阳分会场的活动定在了毛坝乡，吸引了大量周边的蜂农和游客参与。李毅是酉阳蜂产业协会的会长，现场他把刚割的高山花蜜拿出来请大家品尝。那人用手套可以来尝一尝这个蜂蜜。白的还是新皮子，黄的是老皮子。甜不甜？好甜。因为我们一直做这个蜜蜂产业的嘛，咱们酉阳蜂蜜是地理商标嘛，然后就是咱们全县的蜂农养殖中蜂的比较多，然后我们就想通过这个520让大家知道咱们这个酉阳蜂蜜这个品牌，然后咱们按咱们的科学的养殖方法提高它的饲养能力，提高它的蜂蜜的质量啊产量啊，增加他们的收入啊。酉阳，重庆市武陵山区腹地，千里乌江的起点。近年来，酉阳利用山地优势，让海拔经济赋予高山全新生命力，呈现出有景致、有产业、有民族文化特色的农文旅融合。北方向80公里的地方，有一处盘山公路，当地人叫它十二道拐。最近，李毅每天都要在这条路上跑，到当地的蜂农家查看蜂群的群势和状态。仔细点啊，慢慢点。注意安全。第一次亲眼目睹放在悬崖上的蜂桶，让我们都大为惊叹。而这种饲养方式，当地人却习以为常。这下面有五桶，这个感觉有三群，是比较悬悬崖。咱们这里就是悬崖养蜂啊，采取的就是原生态的饲养方法。张继刚师傅是当地的养蜂能手，今年他一共养了80多桶蜂，分布在山崖的不同位置。张师傅告诉我们，这些蜂桶他已经用了10几年了，用蜂蜜水煮过之后会散发出甜味，很容易吸引蜂群来这里安家。最让我们好奇的是，这些蜂桶是如何放在这么陡峭的山崖边的呢？天选位置，后半箱不行的地方啊，就把石头取一下，或者弄木杆啊、桥起啊，我觉得它都不得打死。给这个桶找地方挺难的，这路。那个路是特别弄，这里还平一点，那下面呢，那是全部是悬崖，不安全，像这个下雨天了就不能去。今天张师傅刚收获了一桶蜂，迫不及待的要带我们一睹为快。啊，就在这里，比较旺，比较旺，还可以啊，这么大一桶，可能有比较有3匹蜂吧。哎呦。那现在它就是安静下来之后，可能也就是明天基本上就稳定下来了。它是啊。这个蜜蜂怎么判断它安静了？因为现在这个蜜蜂啊，它不是无条件的乱飞啊，它就是进出有序的。我们正沉浸在观察蜜蜂的趣味中，一个意外突然发生了，桶里的很多蜜蜂飞了出来，好像要跑。现在蜂不正常，你们上来，待会儿怕蒸上。现在就是在那飞的了，有水的话撒一点水也可以。喷水就是感觉在外面在下雨，只要公完没有飞逃出来，它也不会跑。看它回来了。一招人工降雨阻止了蜜蜂飞逃，让它们暂时回到桶中。是我们站在这儿挡到它的路了。对，挡到它进巢房的路了。刚才就是咱们人站的太多了那里。蜂群刚刚安静下来，张师傅又发现了一个意外惊喜。
又有一群蜂飞过来了，他赶紧拿土去接。又来了一桶吗？是啊，给我来点钱。来哦，今天才运气好哦，又得一桶蜂子。里头它有还有张叶子，有八张八张叶子，进去吧。有点点儿。哎，你看到蜂王？它王子进去不到了，肯定是啊。昨天嘛，那时候它像的那个桶。它今天就来了。嗯。今天运气好。今天非得是你们来。我们来运气好，他们来运气好。蜜蜂他自己看上了这个安家的地方，那个地板拿了，慢慢的，慢慢的喂。朝我们来，朝我们朝外头。突然，从远处飞过来的蜜蜂急剧增多。喂喽，那蜂子要走。又出来了。两个蜂王都看中了这个蜂筒，两群蜂要打架，要守护自己的家园。你们快来看，这里就是蜜蜂在打架。两个蜂一起抱住咬，两败俱伤。这下面就是在打架的蜂。眼看着刚来的蜂群都在往上飞，张师傅不想错过这个好机会，赶紧拿着蜂筒往上爬。让它进筒，对，它再往里面进。蜂王还没有落下来，蜂王假如一落下来之后，它们全部就在一起去接球了。现在是全部都进去了，因为它一桶蜂它只剩一个家门啊。现在咱们别管它，等它安静下来，自己回自己的家。张师傅为了让两群蜂都能在他的桶里安家而忙得满头大汗，但我们从他满脸的笑容中真切地感受到了他对于养蜂的热爱。现在咱们村上养蜂的也比较多啊，比较多，500多群，因为高山地区那些花草各种各样的花，这个养蜂蜜呢也是比较还是比较适合的。酉阳高山地区的自然优势给蜜蜂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但朝天门村山高路远，好蜂蜜却卖不上好价钱，这些年一直困扰着他们。在当地政府和企业的帮助下，才让深山的蜂蜜走出了大山。你只要勤快的管理啊，但是蜂蜜还是比较贵的，价格还是蛮合适。我们年年都是给他也买，就是那个大桶，一桶蜂蜜就是装180斤。有一年我跟你们这里笑，好像是接近一吨的。那是从25块钱一斤卖到50，50卖到80，大概100，卖到100块钱一斤的，我最高是卖个38000多。去年呢就卖到150。在朝天门村，共有90户左右的蜂农靠着在山崖上养蜂增加收入，人均增收20000多元。同样位于兴隆镇的鸡谷坝村，距离朝天门村仅18公里，当地的蜂农因地制宜，采用了另外一种养蜂方式。喂妈，你好，你会长你又来了，看儿的蜂子。好的，欢迎欢迎欢迎。你在看蜂蜜的检查吗？检查。咱们这一共有多少蜂箱呀？140多，大概150个吧。哦，那群还可以。双王群。哦，是双王群。双王群是中间有这个隔板把它隔开了，一边是一个家。你看这个纸皮，像这个纸皮真的可以。那个纸皮可以，那一圈全是纸皮。看蜂王在这里。蜂王有什么特点呀、啊？它比其他的工蜂要大个一点，它体积比较大。你不怕啊？看这里。这个就是啊，对，它比其他蜂大一点嘛。蜂王非常健康，它纸皮很正常。非常的好。取这个皮出来有什么技巧没有啊？要轻，不要惊动它，跟那个人一样，不要把它搞疼，搞疼了过后它就要攻击你。哎，要轻。这是我养的一个墙群，双王寄墙群。就是说，下面有一个瓶箱，然后上面还有一个箱子，就是寄箱。有的就是一个碗上面一个寄箱，它这个就是两个碗上面一个寄箱，它叫双王寄箱群。为什么弄两层？
便于它取蜜啊，上面全部是蜜，下面就是蚕纸，蜂王它过不来，就是纸皮全部在下面那层。两个箱子的好处是什么？因为蜂多嘛，它的热量大嘛，浓度更高一点，可以提高它的收入。王学攀养蜂又多又好的秘密就在它的蜂箱里，使用双层的寄箱饲养中华蜜蜂，蜜蜂群势强，活动空间大，更方便取蜜和管理，酿出的蜜也更多更好。咱们测一下浓度，看这段时间的蜜浓度有多少。那个仪器怎么用啊，李老师？就是咱们把那个蜂蜜搁几滴滴在这个仪器上面，然后咱们对光看，它就会含水量、含糖量就出来了。这是最简单的一种手持折射仪。我看一下这个浓度啊，哎呦，浓度还可以啊，本来现在还不是割蜜季啊，能达到42度啊。那今年这种蜂箱你打算要发展多少个？到下半年，至少100群以上吧。这样的养殖方式比普通的能多收入多少？高一倍吧。高一倍。一年大概10万块钱左右吧。靠着善于学习、敢于创新的养殖思路，王师傅仅靠养殖中蜂，每年就能增加10多万元的收入，真正实现了家门口创业增收。李毅养蜂已经有25年了，他不但自己养，还收购周边蜂农的蜂蜜，努力开拓市场，帮着他们卖。随着有阳蜂蜜的知名度越来越高，这里的蜂农们也享受着空中农业带来的甜蜜生活。沃野映初心，人保助振兴。本节目由中国人民保险独家冠名播出。在酉阳县城西北方向35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小山村，最近几年这里的名气越来越大。每逢小满前后，花田乡土家族的村民们便会举行一场热闹的开秧门活动，祈求一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我们去的时候正好赶上了这场活动，村民们载歌载舞，一场别开生面的田间运动会即将开始。我们的机器活你有听到哦，我喊你们开始你们就开始哦。这是一场黄牛与机器的较量。在长度42米的水田里，有5头黄牛和5台农机蓄势待发。准备好，准备好！一个是注意安全，二一个要讲究速度哦。他们要进行划田比赛，谁用的时间少，谁就是第一名。划田，开始！动起来！今天的比赛没有奖品，更像是村民们自发的一场娱乐活动，但是参赛的选手们却很认真。村民们你追我赶，谁也不肯放松。快点快点！这是一次传统农耕文化与现代农机耕作方式的大展示。快点快点！玩起来玩起来玩起来，快快点。最终何家岩村的齐成林开着他的小农机，以3分50秒的成绩获得了比赛的胜利。这个划田的比赛当中，我长期划到第一名，我今天也划到了第一名，我特别的高兴。你觉得这个机械跟牛比的话哪个厉害？一个机器要当牛的3倍，10亩田用机器划，我才划了3天。弄牛的话，一头牛划10亩田，就大概要10天嘛。传统的牛拉犁耙需要人与牛的默契配合，技术难度大。虽然没有赛过机器，但是冉大叔家的牛也表现得很出色。今天的比赛，我们这头牛获得第一名，大家鼓掌！今天我的牛回来第一名，非常开心嘛，牛非常听话。回去给那牛有什么奖励吗？
哦，给你点好吃的嘛，看啊，包括啊，这样清楚啊。这边的滑田比赛刚结束，插秧比赛又开始了。除了当地的村民，还吸引了很多游客的参与。您是从哪里来的？酉阳县里来的，就来何家岩玩嘛。刚好他们今天又有比赛，所以说以游客的身份来参加一下。我是重庆来的，体验完之后感觉啊挺累的，其实，但是也挺开心的。你们游客队整体的一个情况怎么样？一共六个组获得第六的成绩。您这次过来是来这边旅游的是吧？对，然后正好碰到他们在栽秧嘛，然后我觉得这个机会特别好，时候来的也特别好，几个队都特别激烈，我们在旁边给他们加油。目前我看一下，应该是这个村何家岩村栽的最好。这次插秧比赛，何家岩村获得了这个第一名。我们是祖祖辈辈的是卓越何家岩嘛，每家每户都办得甜，办得多，想拿到第一名，最终结果还是拿到第一名了，心头就特别舒服高兴，为了我们何家岩村争到冠了。鼓掌的何家岩村人，今年73岁，虽然现在年纪大了，田里的活他也舍不得放下。一会儿您还要去地里是吧？要去，目前是即将插秧的季节了。大叔，哎，咱这个秧苗插这么稀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透阳光。那种出的米呢？可好啊。怎么好？你给我形容一下。有三个原因了嘛。第一，这个阳光好，8点钟就晒起来，要晒到晚上的6点多钟。第二，这个土质好，我们当地土家族称就叫做压实泥啊，你看。第三，就是这个水好，隆冬水，一年四季都不缺。您今年是种了4亩多地是吧？啊，我每年都是4亩。夫妇在村里经营了一家农家乐，最近这几年何刚发现村子里来的游客越来越多了，他的生意也变得好起来了。
来吧，赶紧上台吧。咱们现在有几桌客人啊？有二三十个，他们点的有辣排骨、土家菜豆腐、腊肉、香肠。好，我们这个就是八大碗。第一年我抱着试试的心态，假如说我真的是搞不起来，我就两口子又出去打工。开始那一二年就是不太理想，好，慢慢的我就发现又在搞那个政策开始开发，它就人流量就越来越多。梯田景观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让这里的乡村旅游也跟着火了起来。一般是季节性的菜哦，都是地里的。除了这个腊肉是冬天惯的嘛。他们是一般都什么时候来预定的？他们是提前电话预定。在河冈的农家乐，除了特色的农家菜，当地梯田里种出来的大米也是他留住客人的秘诀。用柴火将大铁锅里的水烧开，再把淘好的米放进去，不断搅拌。过了20分钟，米煮到了七八成熟，再盛到木桶里。用剩余的水把米饭慢慢蒸熟，永远都闻得到这个香味。我们全是柴火的，看啊，我们就是这里面就是柴火，全是烧木头，它都不会冷，它长期都是热的在这里面。小白嘞，白鼠了。这个是我们自己煮的烧白。这个就是土家菜豆腐，你吃吃看好吃不？啊，还有都是自己做的啊，会不？会会。我们是花拳鞭，好吃不？好吃好吃。哦，本来今天都没饿，我吃了三碗饭，口感吃的话有点回甜味儿，很好吃的。我觉得很有这边土家族的这种风味，然后这边我比较喜欢吃外就是他们这个菜豆腐，这个腊肉吃起特别香，哎，也不油腻。那这几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前的路是上不来的，现在就是全部是油路。相对来说，我自己比在外面还挣得多一点，一年可以挣个10到20万。何刚通过农家乐不仅挣到了钱，还给一些村民提供了就业岗位，帮着村里销售农产品。这家咖啡馆的运营负责人是1994年出生的返乡大学生李梦娜。两年前，她为了照顾小孩，辞掉沈阳的工作，回到村里学习制作咖啡。其中一款用何家盐稻米米浆制作的咖啡“稻花香里”，成了店里的特色。开业后的第一个月，就有了上万元的营业收入。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这是酉阳的第一座乡村咖啡馆。对，酉阳首座乡村咖啡馆。来到这里的人很多都是朋友介绍啊，或者说在网上有看到哈，在农村有这样的咖啡馆，都很好奇。刚开始是怀着一个好奇的心来的，来到之后给他们的就是他们可以说是惊喜，他不会觉得是很突兀，反而是一个很亮的一个点。对，就觉得就是说，现在农村发展也能这么好，真的就是很感慨嘛。我看刚我们来的时候有很多顾客在点咖啡，您一个人也是忙来忙去，忙半天。对，其实就喜欢这种忙的感觉，对，忙起来就挺好。有几个旅游客就说啊，我好想在这里住上一辈子呀。他说，我们所羡慕的大城市里面的人，现在就是反过来反倒羡慕我们这些农村这种生活，为何家盐而骄傲。如今咖啡店不仅是何家岩村的业态新宠，给游客带来了新奇的体验，对于经营者李梦娜来说也意义非凡。没接触咖啡之前，自己都是跟朋友也喜欢就是去外面咖啡店里买咖啡喝，但是那时候就觉得咖啡这个东西好神奇哦，就是说怎么那玩意儿就萃那个液体出来之后，那手那怎么就能变出个花来，对吧？没想到自己还现在还能学会这门技术，成为一名咖啡师，对吧？所以说也是很有一种小小的成就感。对我来说最深刻的实际的体验就是既能顾家又能上班。乡村振兴给我的最大好处就是这样吧，物质精神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满足，我感觉就是感谢何家盐。
何家岩村的梯田景观让村民们吃上了旅游饭，过上了好日子。他们至今还记得，变化是从2021年开始的。2021年，酉阳成为全国160个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之一，花田乡则是重庆市17个乡村振兴重点帮扶乡之一。很快，相应的对口帮扶单位开始抽调精兵强将，再次开展驻乡驻村帮扶。姜黄甫就这样被派驻来到何家岩村工作。因为姜书记来了，然后他想要把村委会变得年轻化，就找了就是我们何家岩村当地的这些本土的大学生，然后就给我们打电话联系我们，劝说我们回来，大家一起建设家乡。我们跟姜黄甫聊起村子的变化，他至今还记得第一次来这里的情景。我记得第一次来的时候，当时就从这个小坡坡下来啊，当时这个坡坡呢，就是水啊，就直接顺着往下淌，然后两边呢，这个也没有这样的像青砖瓦片的护栏，然后整个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比较这个凌乱，然后也比较危险。同时呢，你像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呢，这一下来以后呢，就是一堆这个鸡啊，还有鹅呀，在里面到处乱跑。我当时记得第一天这踩下来的时候，这个踩的也不知道是泥巴，还是这个鸭屎，就是踩的完全就是软的，就往下走。仅仅一年的时间，何家岩村的村容村貌就发生了变化，而村里的新业态发展也初显成效，稻米、民宿、农家乐、咖啡店等都给这里的村民带来了不错的收入。姜黄甫告诉我们，这与何家岩村的共富乡村建设密不可分。共富乡村的一个理念就叫做自己的事情自己干，自己的资源自己赚，所以经过了一年多的建设呢，也可以说呢，也是起到了一个很好的效果。站在我的角度来说呢，我只是一个执行者啊。但是另一方面呢，因为是一砖一瓦，就是都是我们在，就是见证它一天一天的那种变化，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在这个不断的这种出生、长大，然后并且现在的成了这个楚楚动人，一定程度上现在这个开门迎客，所以心里面还是非常的骄傲。何家岩村是酉阳探索共富乡村建设的一个缩影，给村民带来了真真正正的实惠。古村寨不仅焕发了新活力，更带动全体村民走上了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新路子，加快了乡村振兴的步伐。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本节目由中国农业银行特别呈现。看一下这个跟这个是不是还是差别太大了？对，这个颜色过渡也有问题，不怎么好看，搭配的不好。通过参加展会，陈国桃曾拿下了一笔又一笔的订单，所以对于即将开始的西部贸易洽谈会显得格外重视。这个是已经做好了啊、哦？嗯，这个做好了，这是做耳环的。我觉得我们可以把这个小这种一对一对的把它做出来，嗯，然后这个也是一对对的，多做一些，因为西夏会我们还是要好好展示一下，争取能够卖个好价钱啊。我们目前一共有8个工坊，
有的工坊呢是年纪大的奶奶们，有的工坊是四五十岁的留守妇女，有的工坊呢是二十多岁的年轻的妈妈们。旁边的这个绣娘，她就是7年前到我们工坊来的，当时那个她的孩子就是这个小妹妹，才2岁多，因为她要带孩子，然后老公出去就是打工了。我小孩在这里读高中的时候啊，大的那个，就我在街上摆地摊，卖那个棉鞋，就是手工打的那种啊，我就遇到陈老师，陈老师就说叫我到这里来上班。在这里试了1个月，感觉非常不错，人也很勤快，然后也挺聪明的，就是做这些手工特别的麻利，所以一直到现在就成了我们这里的厂长，也是师傅，也是很棒的，是不是？嗯，是。西夏会马上要到了，因为我们还是要多准备一些东西，想多卖点钱，整体来说这一批都有问题。嗯，这样吧，我们今天去一下工坊，然后给他们说一声，好不好？好的。我们跟随陈国桃来到了位于花田乡的非遗工坊，他最近还接了一笔景区定制的团扇订单，做好的半成品需要这里的绣娘做最后的手工缝边。每次都是这么背的，因为他这里车子开不进去，是不是装不下了，太重了。重都不怕，背得起。背得起啊。哎，2021年，陈国桃把苗绣非遗工坊搬到了这里，采取不交学费、不分年龄的原则，激发了村民学习传统技艺的积极性，开启了绣娘家门口就业的新生活。小娘，哎，你好，你好。陈国桃告诉我们，在这里不论多大年龄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年纪大的奶奶们可以做最简单的缝边工作，年轻的妈妈们可以做细致精巧的绣花，而且还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在工坊或者回家刺绣，绣好的产品会统一计件回收，只要勤劳手巧，每月可稳定增收3000余元。哎呦，真的绣得好，这个狗狗也是的，这个狗狗奶奶绣完了啊。嗯，绣完了。我们从姑娘时代就学经历是这些。哦，从姑娘的时候就开始绣花。哎，奶奶是我们工坊绣龄最长的，年纪最大的，88岁了，头发都还没怎么白。嗯，从她的身上可以看到，就是不管多大年纪，在农村呢。其实他还是觉得自己还没老，是不是？还是有点老了，有一点点老。绣娘们不管是70、80岁，或者是20几岁，他们都叫我老陈，因为我就觉得我就是他们的老陈，希望就是他们跟我在一起，就像自己的家人一样，无拘无束，然后快快乐乐的，轻轻松松的。哎，杨敏。就是我们挑的那些有问题的，我们今天跟师傅说一说，他有时间了可以到绣娘家里把这个问题反映一下。淑梅姐，你看那个颜色哦，一个深一个浅的话，看起来不搭配哦，不搭配。对，还有这个就是太脏了，你看那么脏，现在这种我们都没用。好的，是这个肯定是在家里面去看嘛。哦，这个肯定是小孩子做的。嗯，那小孩子吃了零食哦，吃了注意卫生，就是不搞脏了。是，肯定他也没有注意。还有就是这个线很毛的，是吧？要擦那个护手霜。哦，好的好的。他手这个边，我们一剪，它都会垮掉的。哦，一剪到这个，都全部会垮掉的。它针要靠里面。对，要靠里面一点。我跟你们说一下哦。好。嗯。要按你教的那样去做，稍微认真，效果就不一样。嗯，对。这样的话，我们就是大家的收入都会越来越高，产品质量就提高了。我刺绣是30多年了，我就是负责给他们发货啊、收货啊，还有卖这些东西，在里面我们的产品，我现在每个月工资有6000多，非常。
是饰品，还有一些文旅产品、文创产品。我是觉得蓝色胸花板下面真的很好看，观众的视觉效果会更好一点，上面的话别人去取话距离比较远。我是这么想的，观众远远的就能看到这些，上面近处才能看到这里，你远远的人怎么吸引顾客？那你要从远处来，来都不来他怎么看近处？好好好，你说。2022年，陈国桃在工作中摔伤，导致腰部骨折，至今还没有痊愈。但是他非常重视这次展会，不顾家人的反对，带着腰伤坚持来现场布展。每次展会都是你们一起出来是吗？没有，他出来的多，我是因为摔跤了嘛。他摔跤了，出来不方便。我那个骨折了，我就没。也出不来。看这几次去广交会啊、深圳博览会，都是我带他们出去。我希望就是通过西洽会，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的工坊。这些年，我参加了很多很多这样的展会，只要有机会，我就带上我的姐妹们，我们就是不远万里也好，跋山涉水也好，我们都要去，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对于重庆来说，我们是很偏远的。我们希望就是能够有更多的机会把这些工坊的产品能够卖出去，只有卖出去，我们才能够让更多的乡村的绣娘们能够参与到我们这个苗绣的队伍中来，带动更多的姐妹们一起致富。一个消息就是，从3月份到现在，订单越来越多，我们甚至可以提前发工资了。绣娘们一针一线绣出了心里那片最美的桃花源，也绣出了他们的美好生活。在酉阳县城西边70公里左右，乌江与阿蓬江的交汇处，有一座公滩古镇。这里是重庆市历史文化名镇，著名画家吴冠中先生笔下的爷爷奶奶的家。乘船行走在乌江之中，水碧山青，如水墨长卷，因此这里有千里乌江，百里画廊之誉。他叫程庆云，是公滩古镇土生土长的村民，用普通的树叶就能吹出当地的民歌小调，这是他的拿手绝活。就是这个嘴唇给使点力就打吹响了。各位安哥来体验一下啊。用大一点。就是弄在嘴唇下面打就10个力就行了。再用一点力，这吹不响很正常啊！来，我们把掌声送给各位小朋友。一点点哎，一点哎，哎，用力。木叶吹奏给这场表演开了一个好头。接下来，土家族摆手舞，
面具洋戏、酉阳民歌、酉阳耍锣鼓、苗鼓等国家级和市级非遗项目轮番上阵，让游客们赞不绝口。我们的演员大家都非常喜欢这个工作，哪怕就是说游客只有八九个，跟有100多人、200人演的都是一样的。这里的演员大多都是古镇上的村民。近几年，公摊为了打造非遗小镇的品牌，给了热爱表演的村民一个展示自我的舞台和一份稳定的工作，而他们精彩纷呈的表演也成为了吸引游客的一张名片。来到公摊，不仅要看非遗表演，还有一道必打卡的特色非遗美食——绿豆粉。将大米与绿豆一起浸泡，加上蔬菜磨成米浆，再通过烙、烫共4道工序制作而成。其实就是我们每天就是做个100斤米左右，过节啊就是200斤啊、300斤啊，就是中国就是我们公摊古镇，我们那个地方最喜欢吃那个绿豆粉，它是算我们公摊的一个特色嘛。冉国华夫妻俩在古镇经营这家绿豆工坊已经有30多年了，祖传的技艺让他们成为公摊古镇绿豆粉制作工艺的金招牌。除了做绿豆粉，他们还利用家里的空房办起了客栈。客栈一人就是我们做个15万块钱绿豆粉，毛收入就是20来万。公摊人会做绿豆粉，更爱吃绿豆粉。夏天来公摊古镇吃上一碗绿豆粉，清爽可口又解暑。公摊绿豆粉传统制作技艺是重庆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今已经发展成为当地的一项特色产业。冉国华夫妻俩靠着制作绿豆粉和经营民宿，实现了在家门口增收致富的美好愿望。走在公摊古镇的街上，随处可见盛开的三角梅。这里的负责人告诉我们，随着三角梅花期的到来，公摊古镇景区的旅游也开始进入旺季。除了来这里旅游，还有的外地人因为公摊的美景而选择留在这里安家创业。它的结构上面，门的位置还是在这个位置的啊。哎，对，你画石板哈，画石板的话，你看前面实，后面虚，要把这个透视关系找出来。我觉得那个窗子很难画，那个细节，那个窗花。细节的话，你看它分2段，上面有一段，啊，下面有一段，先把它的中线定出来。真正的让公摊的艺术公摊名副其实。自2017年起，当地通过写生艺术季，众多艺术家和艺术院校师生来此作画。公摊古镇每年接待写生学生达10万余人次，
写生经济也带火了这座千年古镇，直接助推了乡村旅游的发展。卷